我心里的，这哈姑娘就啥人没弄过来，就别骂你女儿去。这哪儿的？这是这里，我啥人马路出啊？上不了的，这人浪多浪大大大，人民让的人民全部出来了的，你那是垃圾，马路口上面这两个哈姑子吧，这是大工的，马路上有的去。延续刚刚吉田颂公尊者的建议，吉田颂公告诉我们在禅修的要点就是不涣散的安住在不改造的新的本性当中。接着他又说了，不曾与自己相分离的新的本性就是究竟的如来的自性，这个样子的佛果从未与我们分离过。他谈的就是我们的自性即是佛。当我们不晓得自心的本性即是佛的时候，就开始有很多的分别，这些分别是来自于我执跟习气的一种暂时状态。我们就开始认为说，我是佛教徒，别人不是佛教徒，我是如何如何的身份，别人是如何如何的身份。可是这些都只是一种暂时的对于心性迷惘的状态而已，它并不是我们的心的本性的真实状态。我们的心的本性真实状态，那个真正的基础是什么？是本自清净的佛果。这样子的佛果从来与我们不曾分离过，从来没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这样子的新的本性，它才是真正的本自清净的。所以在吉田颂公的话里面才说顶礼珍贵的内心本性。这样子的内心本性与我们从不分离，就像是上午在讲大手印当中的手这个意思的时候，我提到了这个手代表的是本觉究竟甚意的智慧，那个就是所谓的守的意思。它跟此处所讲的不曾分离的心性即是佛果道理是相通的。如果你懂得这样的内心实相的法性的话就能够真正做到了知说这个是无有改造的本性，真正的一切的暂时课程的染污都当下的得到净化。这是不能够透过在文字上去下死功夫去了解的，你不能够死在文句当中，必须要靠自己的修正去了知的。在很多真正的实修者彼此研讨的时候，就会了解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什么叫做你能够安住在自己所获证的究竟见解当中。那样子的对于见解的把握是有一种觉察性，可以了知什么叫做究竟见解的。那样子的究竟见解可被我们的觉性给把握住，可以被我们然后如同虚空的如来藏，也是可以有具有明分，可以让我们明了的。那在自己是否抉择究竟见解方面，它有三种情况：一个是自己能够抉择，一个是像有修正的上师那边去断语抉择；另外呢，就是对当我们对众生产生悲心的时候，自己会晓得那个强烈的悲心之下会见到究竟的见，这些都是需要透过实修才能够通达的见解。如果你这样子通达的通达了本来具足的心性实相的话，我们有时候也称这种状况叫做母子光明会。这个不需要假他人之手，我们自己能够认得出来的。来了当不捉龙吃当者他不用送把这他别别这他宁过要的他就不了的也他我都不送过一旦要听你那样子我干的你们的来他不捉龙吃当者这里你干的他他就是说让他公务去了的这里去了吃了那么大错的要的这里空了把他拿的嘎啦当不他别吃当不送给让你的人听你的人让你出了光了的就说大人的人你来到我捉弄出他的你大人的人懂那个把我照顾的来从某一大局的人拿出我经常拿把他说了这个这个大半个都给马步吹了的这个咱们那个东西他是来不了的人啊刚听他打马的这这是这是这是马里拉里查了这把手机要不然这是偷了的哦他来到我做了他的家族他这一下子这里的
生存嘛，差不多了。大的那个光亮的街头，这一行那不多起来的，羽毛桌子就东西，羽毛把它的东西把它立成为忙把的大的用的家里有的，这一桌子起来的哦，东西这样的吃它什么的，这东西家里那里他们多少吃它渣的。刚一等一切把那个光疼呢，这是出了一把清油的时候，地中大的位置。接下来，初学好似深谷涧，中间恒河水缓流，最后支流母子会。讲到这边，大家可能对于恒河大手印会有一个想法，说，哎，这边讲的好像大致都是大同小异，大概是都是一样的吧。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讲，确实有可能会这个样子的。那就像上午跟大家说的，这个大家都是有缘的法友。那我本人并不具足文思的功德，之所以在这边宣说这些见解，有这样子的机会有来跟大家分享这些见解，主要是来自于过去的生活经验、过去的磨难、过去受了这世界上各式各样的痛苦。包括了饥荒，包括了疾病，还有很多恐怖的景象等等，这些我都这些苦我都吃过了。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不得不把上师曾经教过的这些口诀拿出来用。比方说，初学好似深谷涧的这个情况，当我遇到逆境的时候，才真的想到说，哦，大概上师所讲的口诀就是这个样子吧，就用了上师所讲的那些口诀，所以避免自己怀忧丧志，避免自己意志消沉。然后不断的这样子禅修，运用上师的口诀来禅修，使得遇到的苦难或者是烦恼都成为修行的推动力，都成为修行的助伴。如果有人说内道佛教徒在见解方面有什么样的特点的话，其中的一个特点就是能够将一切逆境为缘，转为修道的辅助力量。这个就是在真正的修持的过程当中所能够获得的心得。我们稍微等一下英文的翻译。等于老伯的出席三个把谈起来了，哦，他出席班的东南给你过来就没菜没得了，等于就把钱包进去，再让我三个要的，等于你看吃出去的要的，等于没菜的，等于妈妈吃的，他的女儿就一种没菜的家，妈妈就差了的，等于你让的内脏可以杀了呀，等于，干嘛吃这大的肉了？等于说，别的这些怎么就这了？我查过我要的，所以就这了，可我查了大坑里头的，等于已经用了，到到三级的，等于叫他找完就觉得，就到到等于搞一种，你叫他让我什么的出错过我要的，就这了就觉得，就坑里，别人，大的那咱们人出管大的是龙巴他这等于这，这坑里这个。学当当插刀的这个东西，就这个这个，大部分人不要的。哦，这个学当插刀搞一刀，把它缩缩了弄的。这大部分，这大到缩缩了，这都等于插完了那个的，等于就是浪费了一个的。这个等于就是牛毛马电问题。另外，它第二就是那个，但是你看哪一家不的，看这些不的。桌布上铺的他们这也是比较干的，三八的年纪的嘛，说嘛，这叫原来，这个三八的年纪的干的，十六的年纪的，十六的三级，十六的初年级的，这个我确实不承认，你话他们这有问题，这里，咋个人民和了上头上头，没菜地菜的咋的，菜的属于通送，菜的马上全部都都要买了。台湾那个他今个八千松啊，我当了两三个月，结果了都我们没吃他，再接着呢，这里这个别人，原本我吃吃不我都见了在台湾在高雄啊，那我这个我们这里把接着过来，这没用的吃不来，农业局我吃不掉，我告诉你，咱两年前了，在那批松啊，这里边你们忙不着的。甚至点不加，这个好像偏把钱不落的，那些大概，哦，他去的高了多，大部分都是一年才吃这些，一年嘛，特别的，差不多五家，但这个就只能来三个月一次，
能够去约莫巴的也是康生身体的约莫巴的那个礼物这个也是第一个的你要能收下他们这一点压个头不了这倒是要能结果的也是有些人认为修习佛法非常有用，因为佛法是痛苦的解药，痛苦的良方。透过修持佛法，能够解决这一生的苦难。这当然一方面所说也是正确的。佛陀曾经告诉我们：“欲知过去因，今生受者是。”我们过去曾经造过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业，在过去已经造下了，那个业已经决定了。那么我们现在受的正是过去的业报，所以了知业力因果的关系就是特别的重要了。佛陀告诉我们在发心的时候，应当要愿众生远离痛苦，还有痛苦的成因。所以当我们希望众生离苦的时候，就要去反思，去寻找什么事情促成了痛苦。比方说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战争、贫人、冲突不断的地方，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些苦呢？来自于他们自己内心当中的烦恼心，比方说他们有嗔心，他们有嫉妒心，以嗔心跟嫉妒心的等流果，所以造成了这样子的冲突纷争，这是外在的环境的展现。那嗔心跟嫉妒心存在于何处呢？并不是只存在于他们的心里面，我自己的心里面也有，我们检视起来就会发现自己心里面也充满了烦恼，我也有嗔心，我也有嫉妒心。所以呢，我们在认识烦恼跟烦恼成因的时候，就要晓得说哦，原来认识痛苦跟痛苦的成因的时候，就要晓得说哦，原来痛苦的成因是烦恼。那快乐的成因是什么呢？反过来说，快乐的成因就是来自慈悲跟智慧的力量。有慈悲跟智慧，才能够消弭烦恼。我们说三宝非常的重要，真正的佛宝是什么？真正的佛宝就是智慧。真正的法宝是什么？真正的法宝就是慈悲心。所以我们才说三宝是我们一生的根本，因为慈悲跟智慧是我们的根本，佛法的一切也都是环绕着慈悲跟智慧而说的。如果我们在这样子的理解之下去做禅修，去实践佛法的话，我们的禅修跟实修就会产生效力，它就会具足力量的。当我们有强盛的烦恼的时候，以慈悲跟智慧的力量，透过我们禅修的串习力，能够使这样子的烦恼不起作用，不会随烦恼转。当我们遇到痛苦的时候，也能够用平常的实修的力量来克胜烦恼。这个就是透过实修，透过认识烦恼之因，认识痛苦之因，也就是烦恼的本性，使心获得稳固，而得到非常大的效用。一直以来，任何的违缘都不能够打垮我们，都不能够战胜我们。当然要从第一步做起，就是要信受业力因果。我们要确定的是，三界众生因烦恼而受苦，我也因烦恼而受苦。三界众生的烦恼跟我的烦恼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所以你要先认识烦恼，再加以实修，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我们所需要去做的事。在此稍微等一下，用我们翻译。别人不说他当，那我感觉给中华酒店生活也那样，等于你空啊，梦哈，他们这个人我们身边的里，东北上去叫他，我这都不知吧，等于青油炸也那样，那空人民搞这辈子里，等于把这一切不送了，我看完进去教室等于，那他这里都管没的等于，他当压根是没红嘴的。这空格的包里你就搞了一方面这那他的不能谁要那都要那里这么就都能没有多少个要那里杀了东西了这里就能让到了这没他一上多少个嘛这到了这里有了这东西就炸里嘛这个的空出去了这些那他的就没了这到了这里这些的招人这些的杀掉就不空的我说投了冲的就要这些上去一米八的这些这些的这些忙不送我的
第一大概就是嘛，这点经营角度当然取决于这上嘛，这是第一取决于嘛，这点情况上嘛，这是被挪来的，这大概嘛，这点取决于啥呢？经营的是第一大概就是去年那些我们打了三重城，那么的他干啥个或者是老百姓，你搞到三重城，我当打了多的客户人呢，搞到三重城，哪里说你们这个？当我说，这种从中间那边哪里出兵嘛的，要不要的？你比如说遇到这个，我说，这里刚才，他这里两这里的，我在忙不送人，这个各种啥就全部拉过去，倒了一个，这是第一个呢，你这吃不进了，这里哪里一个对？你们拉过去的话，这里咋的？这上海，我就他给他吧，你们有事就他吧，这大概让一个差不多的，这个女木管的了，八万、九万、七八、十五多的，这里到了女木管这个，他刚才他们这个这结果，刚才那边他什么这个说脏话什么那边把什这他刚才结果的，他啥子就不就不也他经济的这刚才开始看过了的。在噶举派当中极负盛名的职工派祖师吉天颂公尊者，他可以说是佛陀补处龙树菩萨的真实化现。即使是这么样一位的真实化身尊者，在他实修的过程当中也经历了，就他本人所说的，就是不可思议，在这雪域当中最难以忍受的种种的障碍，比方说他曾经罹患麻风病。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心里面真正的实修是修施受法，取苦与乐的修法，修慈悲心，因为他接受了这是过去业所感得的果报，所以不接受也得接受，所以就透过施受法的观相，将别人的苦由自己代受，将自己的乐完全的分享与其他的众生，以这样子的修法的力量，他最终能够从麻风病当中康复过来，而且呢，以这样子的缘起，后来在他的传承教下，修行者都能够长保健康，有这样子的一个典故在，而且呢，透过他这样子的悲心的修持跟施受法的修持，大手印的见解在他的内心当中就真正的升起了。在尊者的事迹当中有相关许多的典故，所以呢，当我们遇到违缘的时候，不要像是一般人认为说，就是因为我学佛了才开始有这些违缘障碍。你如果这样想的话，就是极大的错误了。你应该要晓得，这个就是过去业力的结果。既然有了这样子的违缘，也是无法避免的，那就应该要把它拿来运用在实修上面。想办法的去修悲心，去修菩提心，先从世俗菩提心下手，最后呢就能够以世俗菩提心而自然的通达圣意菩提心。当我们修世俗菩提心的时候，主要按照着如佛子行三十七颂的道理去做，听闻禅思辨跟禅修，这是非常重要非常好的一个法门。有在这个社会上也有很多的善知识，我们可以向他们请益佛子行当中的道理，透过学文思修佛子行去修施受法之后呢，我们自然的会产生对众生的强烈悲心，会有大悲心。当大悲心升起之后，我们就懂得如何转烦恼为道用。如果你真正能够运用烦恼为道用的话，就是密宗所讲的能够见到烦恼的本性，所以烦恼呢当体转依为本然的智慧，这个就是烦恼为本质的道理。这个这样子的力量也是来自于对大悲的熏修。所以不同的根性的修行者，他们面对烦恼的处理方法不同，有断除烦恼的说法，有转化烦恼跟认识烦恼的三种不同的说法，分别是适合别解脱圣的修行者、菩萨圣的修行者跟密圣的修行者。我们需要用不同的方法来对治烦恼，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完全只仰赖大手印的抉择来处理烦恼，对于很多初学者来讲，这是非常难以企及的一种境界。你说他的干大吉的路，
所以说，农民的这边人就来就是来去接的，这里有嘛，帮助有的，这里陕西的搞的哦，有嘛，干脆帮来，就帮来就接有的，有嘛，他们这这南京吧，嗯，这些人，啊，三十多岁的，就是这老太太去了的，这三十多岁的这里，变了三八的兄弟，我们这里这里他们八十岁了没得了，三十多岁的难受。 别的地方，另一个地方，沙巴的地方，另一个地方，巴西中来有的，这里就是三十多岁的七八十岁的了，甚至他们这个三十多岁的年纪的，这里呢，这里三十多岁的有多少的，他他八七的那里，让你你在你这，大多数有他们这个地方，巴西中的主办江南的，南京的这位的，有的中的有多少的，跑到沙巴他这边。 别拿那个不当去骂，怕骂那是不当不讲的，哪个怕骂我什么？你人的大神要得强，人的大神牛，甚至他们这个差不多就那里，三八等经济也那样的，这个，这个谁敢骗谁敢那个要的？这个等于那个那不讲那样，那不讲我讲的，甚至他们怕骂骂的嘛，骂的。 拍妈妈的，这当没把这东西了，啥呢？这两个，七个七个兄弟就打过架了呀。这些八十年代人就找我了，三百个他们的谁了？我身体他们就打过架了，家头过的都没，身体身体他们就打过架了。他那两个，我把那，等于今年的地方，谁看这个当头，给我，他说说起来，这个就把超过他们了，身体他们就特别强的，是吧？ 这些人真是啥时候不解决了，这你要穷穷的拿起毛茶着过，这到了啥时候都要解决了，又得上来，那我有的。所以，当我们受苦、受到困境的时候，不要急着就认为这个是不好的事情，我们应该要反观它的成因就是烦恼，所以从根本上去断除烦恼。 我们会觉得说烦恼好像是这样子，你现在才刚处理完，它又再次升起了，好像永远没完没了的。这是因为只要我执仍然存在，烦恼就必定会自然升起。所以为了要对治我执，我们就必须要有我智慧，所以就必须要能够升起菩提心，真正的投入六度波罗蜜多的修持当中。 所以我们才说显宗是般若圣，才说显宗是波罗蜜多圣，就是行持以六度为道的修持。当我们内心具有慈悲的时候，自然而然的所作所为就会契合六度波罗蜜多的道理。当然，我们在升起慈悲心的时候，它有两种情况，一个是不带我执的慈悲心。那在不带我执的情况之下，你 的慈悲是扩展广被到所有的众生的，它是没有界限的。在这样子的无有界限的慈悲心之中，可以升起菩提心，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是你带着我执去修六度，去修波罗蜜多法门，可是这是有我执的，因为有我执，所以就夹杂着过失；因为修六度，所以具有功德。所以你带着我执去修六度的话呢？ 就等于是功过参半，它既有功德也有过失。什么叫做带着我执来修呢？比方说，你修慈悲的对象仅仅是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妻子、自己的父母，然后呢，除此以外的人，你就产生一种排斥感，才能采取一种反感。如此一来，你的慈爱心并不是广被一切众生，并不是遍及虚空的。它会不会有好处？它有好处，那但是呢，它同时的也会带来一些弊害。所以我们说它是利弊参半的。 我们要保护，要培养慈悲心，所要培养的就是没有限制的慈悲心，是无边的慈悲心。也就是说，要了知，所有众生无一例外的都做过自己的父母，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的。摒除我执来修慈悲心，任何的思想，不管是涉及到考量何者为善法，何者为非善法的这些想法当中，最为重要、最为要守护的。 就是如何去护持对一切众生的善念，即使是你今天布施给一只小小的虫子一点点吃的东西，你做这个小小的一个动作，也想着我这个动作就是为了利益一切有情众生去做。这样子的话呢，即使是一件举手之劳的小事。
他也能够成就非常广大的善德。用这样子不夹杂我执的心态来修六度的话，他的切入点就相对容易许多。那这位呢，他那把的脚刚刚打进把子，那这他的脚他跟来进来了，我觉得这这个这个啥事不这个叫那个的，那个下面里边啥东西的就前面老那样了。你搞一个啊，一个的，政府说他这个的，一批的老接单接的啥子，你都切了多少的，三七乘八，八的三的，那几的一批接单上哪的，一批的老接单出出五幺的，三七，这是第一天的，一批的老接单把我抢过来的。但一路透着干硬啊，白了那个，东西都干硬，毛不夹他吧？去就得干了啥玩意儿？一路那干硬夹他吧，差一个，这个点了点了点，把这错那个打进吧，说，这个各种三种线当中啊，接呢点了点，到三种线点了，他从南疆这边差一个要的，你们往他那东他去，他不三八带兵接的，跟得上来的。我讲了呢，你自己说的呢，那到他就安逸个的，那到一时间他把家里家里吃的不要的，里面里面的，在那个别人买到烧红，那把到不得哩，买到烧红有个这里干不得，那里没搞了的。我们再回来本文当中。讲到中间恒河水缓流，前面我们已经讲完了初学好似深谷见，最重要的就是要承担苦难，并且培养对众生的慈悲心，还有了知因果的道理。如果我们能够奉行因果真实不虚，并且在内心当中培养慈心悲心以及无有间断的利他心，那么透过不间断的利他心的功德，自然而然的会使我们的心极为的宽坦，极为的放松，那是自然会成就的，心的力量也会逐渐的获得提升。这个就是所谓的恒河水流缓的意思，它代表的也是菩萨这个词的意涵。菩萨的这个意思呢，在就是它翻译过来叫菩萨，本文叫做菩提萨埵。萨埵的意思呢是勇士，勇敢者。那菩提是什么意思呢？菩提上我有讲到的，它有一个层面是净化，另外一个层面是娴熟。净化的意思呢是完全净化了二元对立的执着，了知无二性，这是净化。娴熟的意思呢是它充分的把心完全投入到利他当中，所以称为菩提。那么完全投入利他者实际上就是内心的勇士，所以叫做萨埵。所以能够了知无二性的利他的勇士就是菩提萨埵，他能够承担一切苦难，承担一切的一切的逆境。那所以这句话中间恒河水流缓，它除了跟菩提萨埵的功德相关以外，它也跟世俗菩提心密切相关。它主要是跟世俗菩提心密切相关的同时，它也能够衔接到圣意菩提心。怎么说呢？因为透过抱歉，透过慈悲心的熏修能够摧毁烦恼，当烦恼被不逐断逐渐摧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逐渐的了解妄念本性为本来的智慧，那么就是所谓的妄念转移为智慧。这是一个渐进的缓慢的过程，但是它会不断的发生，就好像是种子会发芽，发芽之后会成为花朵一样。因为大家把这初刚刚打进马路上面去了，多年的女性人家吃过一个人，你现在的当过三八的女性人家，那你我三八的女性人家哪个拼命走，他们那哪个拼命了，一批要走不上去，一批下面冲出来三出去，哪个拼命的上面这个样子都搞鬼，我说的对，哪个拼命了，搞一个拼命走的，哪里没搞到的，那你们你不人品落的说呀，上班的你要在那里问呢，你们也得上中层不去了，这也是人品落家，其实不是就忙忙一把的，
让伊会得，我也得把台湾的，伊那批人开来的，伊，因为我是弄了弄啥的，伊老的，让伊会接个多。